故意带个小皮筋测试下女老板。啊，我昨儿睡了一宿才洗嘞。一会儿逛街去不去？干啥去？买衣服呀，这不过年了吗？给你买套衣服也没啥送的。啊，老板，我没啥可买的，又不是没人送。啊，有人送啊。啊，不是，老板，你咋的了？你不开心了？嗯，没有啊。啊？那啥，你先坐会儿啊，我换个衣服。你换衣服干嘛？哦，不是，老板，你为啥穿那么性感呢？逛街去啊。不好吧？你穿这样多危险呢！再说了，你不冷吗？心冷，人不冷。啥意思呢？不是，我问你啊。啊。你感觉我对你咋样啊？挺好的。你认真的吗？是，不是，老板，你到底啥意思？你整的是哪出？我咋没明白呢？喜欢戴那啥呀？啊，皮套。谁的皮套？我前女友的，我留作纪念来的。哎，老板，你干啥去？找男人喝酒去。你开啥玩笑？你穿成这样，你跟男人喝酒去？那你觉得呀？你别这么随便吗？我哪随便了？我不就戴个皮套吗？我。行，你说的，我建议让别人戴皮套。哎，老板。老板，我开玩笑呢，我这皮套是我捡来的，我就是想看你啥反应。你有病吧？我其实我就是想看你在不在意我，这下我不看了，我知道了，我不开玩笑了，行吗？你幼不幼稚了你？我错了，不是，老板你干啥去？换衣服。不是老板，你咋又把衣服换回去了？本来也不是给你看的。那咋的？那要我不说实话，你还真把那身穿出去啊？你可真小气，你也不大。